闹起事啦吼，这是阮这个波浪顶管的迄个网友吼，大家讲这个 timing 真好啦，啊，所以阮希望这个马英九帮伊落来。啊，小林村的英灵，我相信会对马英九好名的上座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台湾人真足可怜，一话伊每年硬要请落去啊。我看因为全世界有一个 WTO 呢，世界贸易组织，结果呢，伊就无爱是这个世界下贸易组织下过下是 FTA 下过下的等于伊就会签是 FTA。一话呢，也是太严重，对台湾信任就也就惩罚较大啦。所以呢，我今日是突然有电话呢，我就是呢啊叫小李来听呢。啊，叫一寡人哦，做这个连线的活动，啊，就请各位的迄个财务，多谢，谢谢。有，赵必须，啊，赵必须来啊。反正就是0919914安尼啦，高价转机啊，所以全部已经连线，安尼下台啦。谢谢。